现在才巧喝西北风啊。哎，里边就一个人呢。那这么散干啥？集合了，集合了。往四号方向走，往四号方向走。收到。我靠，三仓还有人呢。挡住了，根本看不到，我操！汽车呢？那里？中间那个汽车吧？啊，我这边这个汽车吗？八五。这个后面。